风格如何，你闻什么味？如香。哎，你闻什么味？那是因为你现在根本你想无多少内闻咯。啊，怎会这样？太小娃带进初心，进入钢铁进会。难道在说钢铁一的人卖讲？这位柔弱的大和尚，今后将付一段清寒时日咯。我想伊能想尽了，是多少你之前所出的行之话，因何圣话，兼恨不得公体尽消？但是，陈如生为我信仰，如今却是推人一心。严学问学者，就是奈何一步，如何一答？请大师修为人为道。为何选在此时拜师？如今的伊，只怕已无时间再传递武艺。回味武艺，只是别人希望。因为大师将伊信念、伊宏愿传承落去，大师好吗？我不会修理为徒，不讲机缘，不会口传，不守有心，是为什么？实行正业，是将恶业转伏，愿随业尽归一心，愿不甘为我一人，初念初愿，如何传承？初入初道，只该一人独行，这是佛经之愿。你有心拯救众生，你必须随行此道。大师的意思是，要别人走出自己之道，立此愿行之道，共为众生开始行事。多谢大师教导，别人明白了。小弟合作，你可以收回这故乡，因为我只是为自己报仇，并无凶作计。用此，我乃永香，用巧意不曾靠近我。永香，你若愿意留下，还我也欢迎你。哈哈哈哈哈！留我最上，不莫心胸，我永远无可能帮助你。哎呀，这不是梁小吗？多谢你顶回上山献花之情，是为何兼作业不孝啊？文菩提，昔日你进步抛掉，如今太光盖在文殊院，你尚在此，不就是想再看看伊吗？你愿留下便留，若不愿，今后你探视出入。还有一位哪座？你对此相中，心言与心里未再做着为着，我只是着为着以后伴随我用，我就去看一眼就走。我准备带佛剑往大草原休养。为何不留在还物？圣菩提圣体正充应还物，他就留在此地修养。动员之心，愿你使圣体消融，阻断圣菩提应机。再者，还物已回眸尽收用兵，
无适合他休养。大沙湾是一处清地，必须凡物经不应受打扰。好吧，那请佛友先做叮咚。这段日子来作为照料路，那你凡物该为圣者长久以来奉献碎屑这事哦。众人请先休养生息，我速日便回。这段时间若是人手，相信咱的团长上司会不你帮忙。如今虽有圣体所护，但若伤害，将幻术回魔天地之战有及时之机，不是提防。我晓得，所以笑。